男人不要这样，婚姻维持哦，没有这么容易，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最近来打球练球，都带一个年轻的妹，像大学生一样，然后还戴个帽子，怕人家看到了。哦、你就这样都要跟了，你看，年轻的妹，最近分享的最近遇到的事情哈、哦。我最近不是还打高尔夫球嘛，练球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很久没有碰到的长辈，就讲说，哎，小豆。最近怎么样？我说还好，还不错啊。长辈就讲说，好了，既然遇到了，就跟你说一下了。我跟你讲了，男人不要这样，婚姻维持哦，没有这么容易，没有这么简单的。一个家庭这样很好啊。我说哈哈，那、啊、等一下，一头雾水什么的。他说没有，就有朋友说看到你最近来打球练球，都带一个年轻的妹，像大学生一样，然后还戴个帽子，怕人家看到了。好，我也没有说我要带，他每次都自己要跟啊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就这样都要跟了，你看，年轻的妹，你要跟了、哦，你要跟年轻的妹怎样有嘞？对，小玉替过把酒哦。怎样？干嘛那么急？我现在脸就是看到他都超臭，帆船的绳子不到了，他手机架就在里面。这九天来的回忆全在里面了。有想离婚了吗？我刚以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了，反正学就是这么学哦。对啊，我们把船弄下去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慢慢来，不知道会变怎样。好笑了，现在就是刚刚在拍的时候，手机在薇薇的手上，然后帆船的绳子勾到了她手机架，然后她就一放就在里面，对，在这里面。但是掉下去的位置大概有发现了，所以等一下也要看一下是不是退潮退到底的时候我们再下去找，没有就是再买一只手机了。好笑了，但东西都不见了，很多东西都在里面。我们出来玩了8天，第9天影片都在里面，我真的快疯掉了啊。就这样吧。完蛋了，我不知道我要去到这个老婆是不是很没有用。你是说我刚掉手机那边很浅吗？对。有多浅？到我这边而已啊。哈？最下面一点点的。只有到这里？超级浅。对啊，蛮浅的。但好像也是到我这里而已耶。所以如果说用这样子，我拿网子下去捞，就会捞得到了。大概有几率会高一点。几率有多高？你告诉我。大概30%吧。啊？20%？30%啊！哎呀，少听一个四，很严重哎。30%也是很低的。30%啊，30%太多了。好了，30%总比我本来觉得找不到好了啦。保守一点呗。50%。保守是对的。保守是对的。我的认定50%。反正现在就是等退潮了，一切都在等退潮。50%。哎呦，烦哦！等你哪里叫我信心嘛？你搞错，你想叫我信心？因为我找过2-3次东西上来。找什么？你找过最难的是什么？风标眼镜。风标哦，眼镜这么小哎、欸。对啊。那、啊、风标只有这样子而已、欸。风标这么长。对啊。那再长一点。手表。手表有找过。对。如果是这样，感觉上有机会。微微现在已经哭到快哭到不知道哭到哪里去了啊！但是他就是，我真的搞不懂。有时候算了，不用太要求他，就这样。然后我现在脸就是看到他都超臭，多臭你知道吗？怎样？干嘛那么急？干嘛？就这一种。哎呦喂啊，那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找得回来啦。反正找回来，你就会知道我们刚刚多么惊险、多么刺激的手机飘水里。天哪，我快疯掉了。我想到的不是手机不见，我想到的呢是手机里面的东西。我们这九天来的回忆全在里面了。小朋友暑假回忆全在里面。没有七点。手机掉我不会哭，光想到这里我都快哭了。天哪！快点，那你陪我去。就这样吧，等退潮了。这种事情呢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反正呢，
我现在就是因为他现在潮差已经退下去，退了一点点，我就把装备穿上，然后下来去找看看他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这个船跟这个码头的中间这一段，这边有一个浮球，哎，浮球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个浮球，浮球就他这个一个这样的三角点的这一区，他就在这个里面而已，他就在这里面，但是我觉得找不到。Let's go. 想离婚了吗？我还找到邓哥来帮我，流浪汉的邓哥，摸摸看到底摸不摸得到。看不到的泥浆里面呢，香油，嘿，都不好朋友，好朋友，都不好朋友。我们义大的英文老师，然后也是来教板船，今天教我雷射，然后玩他从头到尾一直帮我找手机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No problem.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. 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那是靠山小，我的 GoPro 哎。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不是你丢的吗？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有救生衣的人，手机抓的，不跟救生衣一起扑通跳下水，抓好手机，他就哦，手机要掉。啊！他是被抽走的，压力很大。你哭什么哭？救！你哭什么哭？去跟 Darren 说谢谢，去跟 Darren 说谢谢。No problem. OK. 哦，这应该要舌吻才可以了。我不行，我女朋友。我刚以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。为了一只手机就离婚，我太没出息了吧？为了一只手机，很不坚定的爱情。我的手机你泡在哪里？为什么要泡在米里？为什么要泡在米里？等一下，我看吸水饭。对对对，而且马上吸水饭。而且 iPhone 14还蛮强的，超帅的，很强。不要再按了。对对对对，我碰过了，不要再让它有电泡。好，一直泡了。然后待会要拿吹风机低温，不要让它热。然后你要拆壳。我问好了，但是要找到手机，要找到手机。谢谢你们大家。你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我从这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Peter 蛋还特别跑了。我就说你好。Peter 还特别跑来，然后这个还没下到水就找到了。好漂亮哦！不要哭，好漂亮。哎，你帮我们，你帮我们拍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来站在平台上，现在好漂亮哦。对啊。现在好漂亮 ，We got there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以后来这里要带老外，要带外国友人。哦，要带品种的哦。好，要带有品种的，帮我拍。你从那边帮我们拍照。Peter Deng 来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谢谢。我中间想说完蛋了，大家感觉海巡上来，然后我老公也都很放弃，只有你一直有希望的告诉我说。这里退潮的时候踩得到底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就说，我今天一定坚定可以找到小豆的手机。谢谢教练，所以人果然是要满怀希望。对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我听到小豆说，啊，算了算了，要让我放。我说不行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，一定可以的。谢谢教练，一定可以找到。哎呦喂啊！我刚有跟主许愿呢，我说如果我找到，就要去受洗。去受，你可以去受洗。谢谢 ，He's here. He's here. Magic. 你刚说什么？这是我近期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最有成就感的事情，因为根本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几乎不可能。那你刚刚还跟我讲30%。30等于几乎不可能。他在安慰你。好了，棒，谢谢你。来哦。开箱。开箱哦，手机。好感人哦。而且还会亮哎。冲得干干净净这样哈。很干净，有味道吗？感谢主哎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哎，就是说，连这样都能找回来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？我刚刚就一直想说，天哪，原来传说中的大海捞针就是我本人刚刚在做的事情。连这样都找回来耶！然后我刚刚想说，完蛋了，我的婚姻危机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就婚姻危机了。是吗？你刚刚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呢。回去看 GoPro， 回去剪，看我怎么讲。